大家好，你们看到这个小瓶子了吗？对了，它就是爱健康公司新推出的 NMN 胶囊。这款胶囊呢，说起来，真是有非常神奇的作用。大家都知道，最近疫情期间，很多人都失业，我也不例外。然后呢，在这段期间，压力非常的大，白天没精神，晚上还睡不着，还很容易健忘。然后呢，不久之前我遇到了这款产品，然后在朋友的劝说下，我就服用了一阶段。哎，谁知道它又真的是非常的神奇。我现在的睡眠啊就是非常好，晚上到10点就准时，就感觉到想入睡，然后睡觉的质量特别好，不怎么做梦，然后白天就是很有精力，开车也不像以前似的那样容易走神了，就是记忆力也明显的感觉增强。还有一个好的作用就是，我以前就是就是有点尿频，就是感觉的很急，但是根本就没有多少，所以说这也非常的困扰我，搞得很尴尬。最近服用了 NMN 胶囊之后呢，这一方面就很明显的就改观了，每次就是量很足，然后一天很正常的没有几次。我觉得这款产品真是太好了，我觉得它对男人的这个补肾方面也有很好的作用，所以我强烈推荐这款 NMN 胶囊，希望大家都能够爱上它，谢谢大家。